能想象吗？这就是足球，你怎能不爱足球啊？你能想象吗？这就是足球，你怎能不爱足球啊？姓底，关底的底，我是托关系找这个票，然后我发现这个咱们这叫什么？关于这个整体这个保安措施，我觉得不太好，就感觉很多保安都回头看，然后我感觉一出去就没人抓上我，然后一看也没这想法，我就当时在14层，我就想，哎，就3米多，我直接跳下来就行，然后我就跳下来了，当时也没想什么，然后我就去，现在我就找梅西，我本来带了个签字笔，然后我还录视频，然后后来摔地上不小心的。弄没了，然后就有人追我，然后当时我没拉伸带，我还有点力气，所以我就跑了全场，然后找了那个马丁内斯，然后给他。